从前天上有位神仙，每天早上七点都会从天上抛下一个玻璃球，球落到地面破裂成为无数的碎片，这些全都是幸福的碎片，捡到碎片的人就是幸福的人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有些人因为贪睡，一片玻璃碎片也捡不到，有些人则站在路上只是看看，却懒得弯腰去捡，希望玻璃碎片刚好弹到他身上。但是纵使如此凑巧，玻璃碎片仍会一碰身之后反弹而去，散落遍地。另外有些人不知足地满地捡拾，却因为捡得太急太多，把手割破了，腰也折伤了。请问要如何捡才对呢？坐在昏暗的书桌前，呆呆的我想着过去2000多个飞快消逝的日子，在7个春天中，我翻看数张仅有你和我的照片，望看背后那数行文字，那是多年前的你写给多年后的我。照片上的你和我就这样任时间推动，啊，徒有眼睛的相机啊，保留住这般岁月，却怎能留住许多心事。再会，拜拜。